全球的地球家的同胞们，我们都是生命伙伴，一同面对这个劫难，这个病毒，同心协力的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病毒的问题。过去呢，我们在这个 SARS 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大家一起，我们全灵鹫山呢一起牵念这个楞严咒，那么念了21天呢，我们就有了收获。我们这次还是一样，我们会念到1亿遍的这个楞严咒。什么叫咒呢？就是我们从这个量子力学去讲，起心动念都是物质，起心动念都是能量。量子力学呢，就是你不动念呢就没有变化，一动念就有变化，就有存在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讲量子，就是没有分别心的去念咒，就是不要有分别执着心。我们念咒的时候呢，不晓得那个咒是什么东西， 只能说它是一个除障的。所以我们一起共振共鸣，把这个量子，就是除障的个量子，用共振的共同念来让这个共振的力量来连接到病障的病源的地方，那么让他们缓和减少，或者是没有那个对立关系。我想这个还是需要的，因为我们总觉得呢我们都可以解决。事实上很多事情人真的不是胜天的，还是有我们很多地方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降服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有分别心，有你我心，有这个念咒的是不专心，那什么效果都没有。大家心在一起，共同为了解决这个病情来做出这种解决的方法。比如说我们各宗教各搞各的，你就是要祈祷，就是要做对这个疫情做一些解冤解疫的祈祷，或是这个感染消除生命和平呢，就是跟这个持咒呢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叫心和平，世界就和平。所以要让心和平呢，持咒呢心就静下来了。心静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持咒的时候呢就没有杂念，那我们持起咒来呢，这个心就会安定。一安定呢，就不会说我们紧张这个病毒来让侵扰我们会得到这个病毒，我们是不是最命运不太好就被贴上了。事实上你只要持咒，你就要念做一些善的念头来回向，就是我们人总是不能自私，一自私呢大家都倒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私拿掉，为世界为大家一起祝福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，更能够呢像天堂一样就是诸恶莫作的时候呢是天堂，众善奉行呢是天堂。